能去个暖和点的地方。哎，上学去啊！慧妍，李慧妍，哟，不敢了，跑什么跑了？我跑什么呀？我跑的。哎呀，少跟我装糊涂啊！大姐问你，你们家那倒钩什么时候填上啊？啊，这街坊可上我们居委会找好几趟了。是吗？那可不嘛。我怎么知道这事儿？哎呀，哟，哎，想着赶快给我们填上啊！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呦喂，来来来来来，慧妍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挖沟给自个儿家做这个坐便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也管不着。不过，你不能是挖了你不管埋呀？管管管，这地界是咱大家伙的，没错，可不是像你裤裆里拉链，说拉开就拉。哎呦，您这话说的呀，就用来娘对不起口。你这嘴，刘爷，你慢走啊。再来一个，谢谢你啊。
趁热吃，吃完赶紧上学去啊。今天体检，老师让空腹。那我给你带上，饿了再吃。别，我们班同学老笑话我一身包子味儿。笑话你，你饿他一顿看看。笑话你，来带上。别让你爸知道啊。还有，您的牙不好，一次少吃点啊。觉还没醒啊？几点了？麻利儿的，今天体检，老师说得补补。关门了，儿子。在银行存钱有多少利息？那要看你存多少啊。一万。一万。三百，我那三百。一千。那就三十呗。妈，我有个招，存一千给五十。吹牛呢你？银行你家开的，说给五十就给五十。妈，你口袋里有一千吗？我哪有一千啊？那你这不看，就卖这些。那抽屉，抽屉里，抽屉里好像有，看一下。哎，圆儿，外边天冷，你把衣服扣好了。范圆，咋来那么晚啊？今天这么多，你检查出来什么了？传染病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隔着空气都传染的那种。没事。嘛呢？怎么还插队呢？上那头排着去。站好，挺胸。平视前方，好嘞，张嘴，啊，吸气，你在这干嘛？进啊！你先进。你怕呀？没，就有点低血糖。小孩有什么低血糖？你俩谁先抽啊？他先抽。来，买了点。你也低血糖啊？哎，你干嘛呀？给我吧。坐下，把袖子撸起来。等一下啊。等一下啊。吃肉，孩子什么时候到？
单子，我现在开车去接你啊。行。哎哎哎，人来了。哦，您来吧。你好。死亡证明。心梗。哦，麻烦您了。二勇，我吃早点了啊。没错，那你说。哥们儿有火吗？啊，到了，楼下呢。几楼啊？哎，我这意思，豆腐脑还没下肚，你就催催催。你们跟死者是什么关系？这个我告诉你，死者是什么时候确定死亡的？昨天。确定是心梗死亡吗？别讲了吧。11点。看出来了。谁发现的尸体有诈？背尸的刚下楼。是咱们单位的吗？殡仪馆的，咱们技术部门经常请他们过来。你报警啊？那老头不是自然死亡。怎么发现的？死亡证明。怎么不对啊？纸也不对，章也不对。纸一上手就知道比证明高了，上面的内容也不对。上面写着呼吸衰竭，但是他眼球有明显的充血，脑震荡，死之前摔过跤。老头摔死的？DNA和脑垂体分家了。什么意思？要么做过放疗，要么被电击过。应该是电击之后摔倒了，脑震荡。电击过？我看过他胸口的皮肤，有电流斑。你确定吗？被电击的人身上都有电流斑。你找到了？后脑勺，被头发挡住了。你们看仔细点。我和你说什么了？有时候活人比死人更可怕。对啊，这两口子。爸，你还记得我是你爸？多些日子没回家了。出活呢。我让你回医院工作的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
老同学现在还在位，再过两年就不好说了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今晚回家吃饭吧，我等你。再说吧，没准晚上有活呢。好了，你还要混到什么？哎，老李。队长，趁热好吃。别叫队长，一叫队长不是请假就是借钱。时候开支匀点呗。队长，早上那案子两口子招了啊，女方那老头呢跟他儿媳妇不和，俩人掐起来了，结果老头呢一下子没扛住，一脑门子在地上磕着太阳穴。再后来怎么着，儿子回来发现以后呢，不但没跟他媳妇儿急，还帮着瞒着，找一个什么人做了一个假的死亡证明。哎，这谁的？我知道。哎呀，我瞒天过海，这叫什么事？勇哥，我的，吃吧。别叫哥啊，月底了，都别点干净。小王，哎，你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从早到晚这通忙，哪有功夫解啊？大眼，找小房吧。没结婚，没生孩子，没地儿花钱。不是，家里又怎么了，老爷？不跟你借。那我就不说话了。家里想挖一个排污管道，安个坐便器，请了一个施工队，干了几天，全首付款跑了。你说这什么世道？这人凭什么跑？我哪知道？可能就是你不想给人结尾款，把人吓跑。我倒是说过，这活要干得不漂亮，我肯定不结尾款。那人家活干得好，你是不是就给人结尾款？当然。那你还是有钱。我拢共就这么些钱，付了首付款给卷跑了，我再请一个新的施工队。你再找施工队，人前面的活已经干完了呀。那新来施工队人家不认前面干的。行，我自己找，我自己想干。嗯，啥的？我自个儿填沟去。我吃饱了，吃不了了。着急呀，我还没吃完呢。我爸快回来，他就烦我吃地摊儿。我妈也是，没劲。
范委员。睡着了，战哥。啊！范小媛好像被人绑走了。什么好像被绑架的？胡说八道！回家去。真的，范小媛被一男扛车上的，就那辆，就那辆。赶紧回家！警车！有个女孩被绑架了，一辆银色的面包车，京 A 83146，查一下。周哥，来，来了个急单，凶案现场，让咱们直接拉尸检房。下班了，换拨人去啊。这不还差半小时吗，哥？咱走一趟吧，这事儿是得的也不容易。死者是在6楼吗？往后点，往后点。谢谢。往后。哎，您好，我们是抬尸体的。死者有家属吗？没联系上。啊，那我们直接用担架抬了。哦，没那么多规矩，抓紧啊。哎，周哥。
咱有担架吗？你腰多累啊。又没到下伏天，闹什么跳蚤啊你？烦，睡不着。你甭操那份心了，你忘了你爸是干什么的？你说，范小圆让人绑走了，能卖到哪儿去啊？我这程序没走完呢，你那儿给定性了？他那么不招人待见，除了偏远山区的，谁能看上他呀？你跟范小圆关系怎么样啊？他可烦人了，一天天天缠着我。没看出来，真的。谁呀？你们找谁呀？我们找李哥他爸。我就是。我们是范小圆家长。李哥跟我闺女是同学，你是警察。李哥没事吧？李哥没事。已经立案了，回家等消息吧。坐不住。大哥。哎。我们就这么一个闺女，你得帮我们把闺女找回来。你拿着，拿着我们心里边踏实。松手，松手。你踏实了，我不踏实。收回去。相信我。警察就该干警察的事儿。回家等消息，快，回家。大哥，拜托了。放心，我全虚全影的把你们闺女领回来。回家。你回来了，查到啥了？哎呦，大爷，真行！二八大嘎子是金杯啊！啊，亏着你是掉链子了啊！可不是嘛，我要是不掉链子，不掉链子你也追不着。说正事，所有探头都扫了一遍，最后出现的地点在昌平的一个暖瓶厂，废弃的那个。嗯，确定吗？不确定。走吧。走吧。二勇，你开车。得嘞，拿车二去。大眼，你好命儿，装什么馒头？我们那片公司啊，忒远了。这天儿，夜里我能憋着就憋着。谁不是这么过来？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家是私闯。小王，你家什么车呀？啊？
这一趟活得出趟远门，商家挺着急，货到手赶紧告诉我。嗯，范小人，去哪儿啊？嗯，孩子都跑了，你在睡啥觉啊？操，啥都不搁这待着呢吗？
着，没事吧？疼。忍着点啊。患者生命已经危了，马上需要去医院做心电图。老袁，不行吧？轻点，轻点。快走！中央塔自二手检票了啊！中央塔自二手检票啊！出门一直往左走啊！哎，出门一直往左走啊！出门一直往左走啊！哎，双塔四二手检票了啊！双塔四二手检票，出门一直往左走啊！哎，出门一直往左走啊！出门一直往左走啊！哎，双塔四二手检票了啊！查到什么了？车牌假的，真的在这儿呢。几位？东北哪儿啊？东北双塔。双塔什么地方？离边境线不远。四周都是临海，不好进，更不好出。孤城啊，差不多那意思。把六环道掐死，不让他们出北京城。好嘞。这啥？哎，老板娘，俩鸡架，四个烧饼，微辣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打包。大娘，四个鸡架，八个烧饼，微辣打包啊！哎，那个快点做吧啊，快点。拉的啥鸡子货料啊？活鸡，这不赶上禽流感了吗？城里不让摘，拉外面。刨坑埋了，你也跑这趟线了啊？没见过你啊，拉啥的？一样，鸡，不都赶上这波了吗？啊，十二个烧饼，六个鸡架，一共120啊，烧120吧。不，分开装，不是一伙的。哎，你这么分开装，然后那啥，再给我兄弟加碗羊汤。好嘞。没事儿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下顿你请。你这是怎么的？不不合适啊？啥不合适的？哎，嗯，要不给你整俩鸡？哎，咋的，兄弟，忘了？不都是弄鸡的吗？羊汤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嗯，挺香的。马红嫂再走啊！哎，
是驾驶证、行驶证。后边拉的啥呀？打开看看。啊。那什么，同志，我在后面拉的是鸡。我合计到室外找个地方给他埋了。打开。禽流感多膈应啊！打开。